现在想这些做什么？走，我带你去西边处理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少去破坏别人啊！说是他妹妹，这一看呢、啊、就是小两口。哎呀，此地没有什么药物可用，只能再用此草药镇痛消肿，等到了城内再找大夫。张大人有心事吗？想要避开他们的办法有很多，谁叫你用这种自伤的方式的？这种方法最快啊，而且做戏就要做得真，才会让人相信。方才是他们的人驾车，马车上说话不方便，那黄犬又盯得紧，这不现在方便了。我的手没事了，大人想问什么便问吧。陈氏在庙外，你是怎么知道空一城那些事的？可也是谢少师告诉你的？适才我试探薛定飞，发现他应该也与谢少师相识，可奇怪的是谢少师从未和我提及过此事。江姑娘不觉得谢少师和你等的牵扯太深了吗？或许谢少师身上有许多难以解释之处，但他一定是一个好人。江姑娘，评价好坏不能只以其心而论，这世间大多数错事起初都有理由，有人为报仇，有人为报恩，可不论目的如何，错便是错。我求你放过周云之之时，没想过会害你至此。你一生清正，素有贤名，连判官都不敢轻易下笔给你定罪，可你为何要自判己罪？你该定罪的人是我，不是吗？本宫让你说话。